Hello， 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贝老师又跟大家见面了哈。来之前咱们讲了千以内的数，是这样的吧？那么接下来咱们真正的开始接触万这个数位了。来，首先老规矩，先来复习一下，先说出算盘上表示的数分别是多少，再说一说它们的组成。首先来看第一个，咱们以最右边这一档作为个位，依次为十位、百位和千位哈，那分别就是4632。注意了，一个上珠表示的是五，请问它是怎么组成的呢？有4个1000、6个100、3个10和2个1组成，对吧？来，第二个，同样以它作为个位，那分别就是，哎，这是没有，就是零，这是五，这是二。应该是2508，那么分别是由2个1000、5个100、8个1组成。再来看最后一个，以最右边这一档作为个位，分别是9999，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数了。我们说古时候九五之尊，对吧？九跟五都是在古时候很大的那个数，很有地位的哈。来。第二个问题，如果我在每一个个位上哈拨上一个下珠，请问表示的数各是多少？也就是说我在这再拨一个下珠，是不是在原来的数上加一就行了，等于4633。在这里加一个珠应该是2509。好，再来看最后一个，在9999的基础上再加一个一，那么个位上就变成十了。咱们说了满十要进一，同样的这也满十了，百位上也满十，千位上也满十，变成了一万了，是这样的吧？一万了哈。OK， 来看一下下面这个，先说出计数器上的数各是由几个一千、几个一百、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，再读出来。首先再来看一下这个，3个1000、7个100、4个10和5个1组成，读作3745，依次从高位开始读起就行了。这个有2个1000，然后这是8个10，对吧？读作2000，中间的数位上0要读出来，2080，末尾的0不用读出来。再来看，这是由6个1000和9个1组成，读作6009。中间如果有2个0，咱们读其中一个，是不是就出来了？这个之前老师也提过一下。OK， 读作3745、2080和6009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有零的数掌握了吗？在末尾有零的咱们不用读，在中间有零的怎么样？不管是一个零还是2个0，都读一个零就行了。好了，那万以内的数怎么读？咱们刚刚已经总结过了，这个就是咱们的小节，末尾不用管它，对吧？中间读一个零就可以了。来做一做，读出下面的数，再说说各是由几个千、几个百、几个十和几个一组成。7438，我们看这个四表示的是4个100，没问题。3600，04，对吧？这个四表示的是4个1。接着往下看，4900，没有了哈。这个四表示的是4个1000。5002。表示的是5个1000。1050表示的是这个5，表示的是5个10，是这样的吧？ OK， 咱们看一下这个，做一做，读出下面各个数。柳河公园共有柳树，对了，末尾有0不用读，560棵。这一年共有366天。最后一个，养鸡场一天约收鸡蛋2540个，是这样的吧？ OK。 第三个，写出下列个数，你看，
个位、十位、百位、千位，包括万位的数位，是不是都在这儿呢？我们是横着一个一个的看哈，横着来看。首先来看第一个，千位上是一，百位上是三，十位上是四，个位上是二。把它写出来，应该写成，哎，读作1342，是这样的吧？那第二个就是3069，第三个7001，有两个零，又在中间，咱们读一个零就可以了。2700，末尾有零，不读。OK，最后一个，哎，万尾10000，是这样的吧？OK，那接着来看一下，大家知道万以内的数应该怎么写吗？哎，依次写成1342，对吧？这里是3069、7001、2700和10000。好了，这是它的写，请问怎么读呢？哎，跟咱们小一点的数是一样的，从高位读起，千位上是几就读几千，百位上是几就读几百，十位上是几就读几十，对吧？那么有零怎么读？还是一样的，末尾有零，咱们不读；中间有一个零，或者两个零，或者多个零，咱们只读一个零就行了。OK，来看一下，写出下面的各个数。这里给出了我们三幅图呢。第一个，用肉眼就能看到星星大约有7000颗，对应着在千位上写上七，后面补上三个零就行了。7000颗。第二个，图书馆有1250种杂志，就是1250，对吧？第三个，蛟龙号载人潜水器最大下潜深度达7062米，7062米，是这样的吧？把它写出来，边读就可以把它边写出来了。好了，看一下第五个，下图是绘图纸的一部分。天哪，太密密麻麻了，对不对？老师把它稍微划分的清楚一些。这表示的是一个 a 边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里面哈。那第一个问题，在边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里面有多少个小方格呢？大家来数一数，一行是不是有10个？一共是10行。那么边长为1厘米的正方形里面有，对了，10乘10应该是100个小方格。那么接下来第二问，一横行有多少个这样的正方形？也就是说，在一排里面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是不是有10个？一百应该是多少？1000。哎，有10个这样的正方形，一共有1000个小方格，对吧？那两横行就是有20个这样的正方形，对应着就是2000。那么十横行就表示的是有100个这样的正方形，对应的就是哎10000了。亲爱的小朋友们，是不是这样呢？OK，来理解一下，咱们接着往下来看，在这样的一个绿色的小正方形中，咱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大的这个正方体，它表示的是什么？有1000个这样的小正方形，对不对？这表示的是千，1000一个。那在这样的一个哎平面里面啊，我们表示的是哎对100，这个表示的是10，这表示的是个位，对吧？2个1呢？好了，对应着就是有3个1000，1个100，5个10和2个1。那么，哎，我们把它写出来的话，应该变成了3150。哎，二读作3152。OK，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哎，到这里大家有问题的，哎，可以问老师或者怎么样，问身边的爸爸妈妈或跟小伙伴们怎么样交流交流哈。那好了，哎，这节课咱们就先讲到这里，我们下节课有问题，哎，再见。